在日本彩排的时候跌倒受伤的 Beyond 乐队主音歌手黄家驹，下午3:00多不治，终年31岁。黄家驹生于1962年6月10日，17岁的时候开始迷上音乐，1983年正式组成了 Beyond 乐队，参加比赛一举成名。Beyond 在1991年签约日本经理人公司 Amuse， 在日本正式出道。1993年6月24日 ，Beyond 出席了一个当时日本富士电视台的热门综艺游戏节目。布景中央设置了一个水池，水池中间有一条独木桥，独木桥两边有高台。因为有参加者跌咗入水池，所以高台上面有积水而变得湿滑。多个参加者在狭窄的高台上面推撞，混乱间，黄家驹和其中一个主持内川光良撞开了布景板，直接掉落高台后面3公尺下的水泥地板。黄家驹头部着地，当场昏迷。家驹在医院一直昏迷了6日，直至6月30日下午4:15，富士电视台公布了家驹的死讯。凌晨在富士电视台第四录影室进行《活生生站》的《想做乜嘢就做乜嘢》的节目，拍摄的过程中不慎由舞台跌落，身受重伤的香港的摇滚乐队 Beyond 的黄家驹先生被送往东京女子医科大学病院接受抢救。但是在今天6月30日下午4:15，因为急性脑膜下血肿、头盖骨骨折、脑创伤和急性的脑肿胀而不幸逝世。1993年7月4日在香港殡仪馆撤离。一人体谅歌迷对家驹的敬意，也准许歌迷将在灵堂里面鞠躬致敬。灵堂内外摆了很多各界友好和歌迷送的花圈花牌。7月5日也是家驹出殡的当日，想进入灵堂拜祭家驹的歌迷比昨一日还要多。负责扶灵的是家驹生前8位好友。我去到现场，发觉已经有近500名的歌迷聚集在这里，他们希望在家驹入土为安之前作最后道别。各位朋友你好，我是 Beyond 乐队的黄家驹。也会怕有一天会跌倒。No， 鼓励了理想，谁人都可以。也会怕有一天天地都。谁人都可以，那会